最近想看点什么呢？当然是 TFBOYS 的 MV 制作花絮啦。别把我丢脸的东西放出来，要不我急呀、啊。第一场第八次。给你讲个笑话，来哈喽，给你讲个笑话。从前有个男孩，他十七八岁，家里很有钱，整天在外面跟朋友吃啊喝啊打架。有，所以你无言。